来看第二题，已知不等式 3S 减2大于 AS 加3的解为 S 大于 1， 求实数 A 的值为何？有题目是呢，那么首先我们来解这个不等式，所以呢，我们把 AS 把它移到呢左边，那符合呢它的解是 S 大于1的范围，那么因此呢移过来以后是 3S， 那么减掉了 AS 就会大于呢这边是 3， 把负荷呢移到右边啊，所以呢是加2，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呢是3减 A， 那这个呢乘上 S 大于3加2呢是5，那不等式的符号呢都是大于，意思就是说呢3减 A 它是正的，那么因此呢 S 就会大于啊3减 A 啊分之5，那么题目说呢 S 大于1跟它呢是相同的意思的意思，所以呢我们就得知那么3减 A 分之5这个值呢就会等于1，所以呢 5， 那就会等于3减 A， 把它乘过来得到呢是3减 A， 那么因此呢我们把负 A 移到左边，所以 A 那就等于呢3减 5， 计算结果 A 的值呢就等于负2，所以呢题目要来求实数 A 的值，我们计算结果得到 A 的值、啊、就等于呢负2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。